微博发布南昌警方发布两女童死亡事件调查的进展。9月21号中午，家住新建县桥社镇的居民胡某家两个年幼女儿发生双双死亡事件。当天下午，女童尸体被家属托人埋葬。9月22号的凌晨，这个还可以录音的是吧？对，同时录音的。接到死者亲属的电话，咨询就是防止这车跟其他的车就是发生碰撞啊，你就可以作为证据。你这个哪里录得到嘞？录得到啊，都是在电脑上看，都看得到别人车牌，看得很清晰。在这上面看不清。你只是一个角嘛，你看不到四周的吗？四周，你一般跟别人碰，主要就是正面的。他的角有180度的和120度的，这几个都是120度的，所以他的角只能。当然后面碰拐肯定是没办法。微博网友吉尔伯特梅西留言说：“还没有搞清事情的缘由，就要咨询赔偿事宜。”不知各位网友看法作何感想？孩子死亡竟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赔偿金，我不知道这孩子的家人人性何在？事件出现端倪，我们坐等调查结果。腾讯微博。